好，今天这一讲啊，不讲任何的绘画。你们该问我了，你这中国传世名画鉴赏不讲绘画，你讲什么呀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谢赫六法。六法是南齐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提出的，他的原话是这样的：“六法何也？一、气韵生动是也；二、古法用笔是也；三、应物象形是也；四、随类复采是也；五、经营位置是也；六、传以摹写是也。”这六法，这是谢赫的原文。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是这样标注的，他说：“谢赫云，画有六法，一曰气韵生动，二曰古法用笔，三曰应物象形，四曰随类复采，五曰经营位置，六曰传移摹写。”你们该问了，老师怎么又把这个念了几遍呢？又念一遍干嘛？我们后人对六法的标注，也就是说气韵生动，古法用笔，应物象形，这样的一个句逗，其实是根据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剧》里来这个标定的。也就是说他把六法呀四字一念变成四字。但是呢，我们回头看一下谢赫的原文，会发现不太一样。人家说一气韵生动是也，和张彦远的一曰气韵生动其实不太一回事，因为你加了一个约呀，整个的句逗就发生变化了。近代学者钱钟书他是这样句逗的，就是断句的，说六法何也？一气韵生动是也；二古法用笔是也；三应物象形是也；四随类复采是也；五经营位置是也；六传移摹写是也。你看，如果这个画这么句逗的话，意思截然不同啊。气韵生动，古法用笔，我们还以为约定俗成的，其实这是张彦远的方法，一曰气韵生动，二曰古法用笔。但如果按照谢赫原文用钱钟书的方法去句逗，六法就不一样了。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哈，就是钱钟书他让他句逗一气韵生动是也，这样是把六法作为创作的原则来断句的，就是说你这个六法是这个画古代的人物画，它应该依据什么原则去画，怎么画，怎么画位置，怎么复采。但是呢，张彦远这样的句逗方法，我觉得更倾向于讲六法作为一个品评准则，也就是说他这句逗就说我们如何看一幅画好坏，这个画有没有气韵，这个画位置怎样，这个画色彩怎样，是否应物象形，是作为一个品评标准的。创作与品评是两回事儿。为什么我说张彦远还倾向于把六法作为品评标准呢？因为他在《历代名画记》里还有这样的一个陈述啊，他说：“若气韵不周，空陈形似，比例未求，空善复采，未非妙也。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，得其形而无其气韵，据其彩色，则失其笔法，岂曰画耶？”你听这样的一个运作，这样一个叙述。张彦远是在评古画评今画，也就是他把这六法当作品评标准了。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六法到底是当品评还是作为创作标准呢？我个人觉得两者都用，两者都用。因为后人呢引这个六法主要也就是根据张彦远来引的，从唐代之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所引的六法非常非常之多，广泛使用了。有人既把它当作创作标准，也有人把它当作品评标准，都有。那么由于历史的形成，我们就约定俗成两者都用吧，也就是说这个六法今天我们如果再用，既可以作为古画的创作原则，也可以作为品评准则。这个花了一大部分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个来说清楚。那么
六法究竟讲的是什么内容？每一法具体有怎样的意义呢？第一，气运生动。大家请注意啊，中国古代理论只要出现气这个字眼的，大家要格外注意。什么是气呢？古代的哲学范畴，大家知道，气、道、一，从内涵上应该是一致的。啊，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你想，这个一啊是产生万事万物的啊，气和道内容差不多，它也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体，一个高高在上的、至高的一个存在。所以说，气运生动肯定作为六法的第一点。五代经号在笔法记里说，气者心随笔运，取向不惑，运者隐迹力行，背移不俗。气是产生万事万物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把握住了整个的气运，取向还在话下吗？所以自然是心随笔运，取向不惑。这是气运。气运这个词本来是用于人物品藻的，就是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气质、趣味、品味和运质进行一个品评，这是对人物的一个综合评价。所以说我们在人物品藻的词汇中经常有风韵球脉、风趣运度等等，通过他的姿态显示出他的品味、他的气质。我们今天也说人物比较有气质，那么六法呢是画人物画的，他画的主要是人物，所以第一点他肯定是把气运放在前头，气运生动。今天我们再来看气运生动应该怎么认识，我觉得有三层。首先第一层，它是画家创作的生命力。画家创作作品是把自己的情感、智慧、思想复制于画面，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力状态会在自己的创作作品中有所体现。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，笔都拿不起来，颤颤巍巍的，所以他画出的形象一定是绵软无力的，线条也没有力量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说只有像画家本身有蓬勃的生命力、艺术的创造力，你笔下的画面才具有生命力，这是第一层意思。第二是指画面形象的生命精神和韵律。画面形象就是说画的画面上，无论你是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要有形象吧，这些形象的传神，前两节课讲的传神，这就是他们的生命气息。顾恺之画裴凯，给他的一个好朋友裴凯画像，都画得不错，但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他反复斟酌，犹豫了好久，再跟裴凯多接触，用了很长时间，最后经过他的千想妙得，在裴凯画像上脸颊边加了三根毛，三根毫毛，整个人物形象一下就精神起来了。你看顾恺之自己也说嘛，言赤无关妙处，传神写造正在阿堵之中。阿堵是眼睛啊，当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要想为人物传神写照，要着眼于某些关键地点，他加了这三根毛，可能就把裴凯本人的性格特点映衬出来了。这是指第二个画面形象的生命精神和气韵，传神呢。第三点是指整个画面的生命气息。画面由不同事物组成，每个都是传神的形象，但是整个画面呢，它也要求气脉通连。你比如说我在前边讲过很多画面总用一个词叫前后首尾贯通啊，这个气脉连贯，虢国夫人游春图、女史箴图等等等等。再想上一节课为大家介绍的簪花仕女图，一左一右两个姑娘、两个侍女都是回头向画面里顾，这样就是整个画面的气脉拢在了一起，收住了。如果两个人物形态向外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叫跑气儿了画面就不聚气了，就跑在外边了。所以说气运生动也指画面整个的生命气息，它是六法的一个核心。这是第一点，气运生动。第二，古法用笔。古法用笔古法大多也是品相学的概念，跟品藻也有关系当然古代的人的
尽早呢，啊，对风运气质有关系，对这个人的生长骨骼叫骨相也有考察。我们常俗话总说啊，天庭保暖，地阁方圆，这就是指你的一个骨相啊。你这个骨相有的时候不但表现出你的气质，有的人还根据它来推算你的命运，这就是相骨啊。还有说的所谓的摸骨，这是这个一类评语，风骨这类评语都是指这些啊。比如有人说啊，说王右军目沉玄博，垒块有正骨，昔之风骨轻举也，这都是《世说新语》说的。说的王右军是谁啊？就是王羲之啊，就是王羲之本身他的骨相如何如何啊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骨相。第二点，骨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，就是说这个比喻性的一个概念。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骨气，这个用笔啊或者这些东西啊有骨。比如说在刘勰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中说啊，节言端直则文骨成矣，只是文字的这个骨气骨秀。魏夫人在《笔阵图》里也说善比例者多骨，不善比例者多肉啊，比例也有骨。所以这个骨法第二层你讲什么，讲的是用笔的一个力度，这个骨就当形容词用。综合起来啊，第一，骨法表现就说表现出人物的骨相；第二点，用笔的这个线条本身它有力量进见求进。因此说骨法用笔啊，它就是指绘画以勾勒线条来造型，靠线条的准确性、力量感变化表现出对象的结构、体态、表情，同时本身的艺术语言又是求进的、进见的。我觉得这样理解这个骨法用笔啊，就比较全面了。我也是一个用今天的一个通俗的理解啊，来解释给大家。